这是不是到来了？这时候是不是到了呢？这是不是到了？你看啊，这都好热，怎么可能？我们来看看例子，这是2014年，就是2013、2014，这是前年的。这个你看，尼加拉瀑布变冰了哦，那是去年的去年版，去年版这冷蛇呢，到那个这个这到这个北美的中间，就很冷哦，所以说好像。现在天气是夏天越来越热，冬天越来越冷。虽然这几天呢忽冷忽热，哦，这个好像快要来了，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哦，这电影播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那第二题是谁？那我们来看看呢，这个人呢，他讲的是哪些事？哦，对啊，是证明点，哦，证明点，哦，证明点，他讲了真真假假，这电影里面真真假假讲了什么事呢？我们来看看，这样子，这是北大西洋，哦，这边是很咸，哦，这边是很咸，现在变很淡。很咸很淡，所以淡水到聚集会，这冰融之后变得很淡，很淡之后呢，海洋循环就停了，于是明天过后就来了。啊，他说啊，证明点说，因为呢，那 Nova 哈，Nova 说啊，这个 data 哦，这个资料都是错了，都是测错了。你信吗？我是不太相信。嘿，这个你要测这么多 data 要很久，那他是测的是1960年到2002年了哦，这样子，那变慢了，变慢了。然后这个当然啦，郑老师也是依据人家报道来报道的啦。